好，我是 C2C 儿童团的 Nita。 咁我身边就邀请到一队参赛的队伍的几位来访问。咁我想请问你们是属于哪一队的？儿和体育会。儿和体育会是吗？想请问你们今次是第几次参加这个赛事呢？第几次啊？几年啦？你参加咗几年噶？参加咗几年噶啦？咁觉得今年嘅气氛如何啊？好好。系新队员，系今年都几好气氛，气氛几好，第一年参，同埋天气好好，系咪啊？咁我想问你哋头先嘅做出嘅成绩如何啊？我哋都满意，都达到我哋嘅自己嘅理想目标。咁嚟緊係咪接住落嚟會參加賽事？冇錯，嚟緊我哋會有行山嘅決賽咁樣嘅。決賽咁覺得會做出到啲咩成績咧？會唔會有冠軍嘅機會呢？冠軍其實個個都差唔多噶啦，不過我哋咧就會盡力去跑佢嘅，咁樣嘅係啦，冇錯。係咁，希望你哋咧可以爭取到非常好成績，攞個冠軍翻嚟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我哋同個鏡頭講聲，係嗌個口號，係一齊。好，Michael 大预备，嚟，呢个系儿和体育会，儿和体育会啊，Michael，Jesse，Go，Jesse，Go，Jesse，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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